第十二个问题就是我学佛的心得是：学佛无他，变化气质，除习气，提升灵性，找回自己在处事待人接物中守道义，从而达到天人合一。请问这样对吗？不能说不对，已经是很难得了。那么至少你这种学佛了，在五乘佛法里面，人天法。这是第一个阶段目标达到了，然后再向上提升。提升到声闻，提升到菩萨，提升到佛。这是头一个阶段，就很难得，很不容易。